冲油泰国又嚟啦！这个星期五晚会播出第九集。阴乜解救要瞓棺材？解人呢一集主题系古灵精怪咖啡店，咖啡店以死亡作为主题，饮嘅嘢都死过人啊！中国人嚟讲，人生之中系充满咗生老病死，而对于呢一间咖啡店嚟讲，佢哋嘅饮品都分开咗生老痛死。生系指紧呢一杯嘅苏打汽水啊！出生其實是開心的事，但想到人一生出世了之後，我會經歷不少的一些的壓力啊、痛傷啊、生離死別，其實呢都不是一件開心的事。可以讓我選擇下一世我不想做人。這一杯是老，其實即是熱朱古力。人老了，如果有仔女有錢就當然 OK 啦，如果不是的話再有病都很慘，再加上越來越老，個樣越來越差，你就算怎打針怎整容都沒用，所以我不想選老咯。沖油泰國8月24日起星期五晚8:30 J2